Hello. Good afternoon. Dear the President Trump. Dea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o, today I make a speech to you for the summer American police. So, because today is the Chinese New Year of Dog, the second days. 好, may I speak Chinese? And to sometimes you can transfer my Chinese language. Thank you. Give, and very pleased to give me a speech chance. Thank you.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尊敬的国会议员、众议员、参议员、参议长、众议长，大家下午好 ，Good afternoon。 我今天在这里做一个探讨，上下探讨的一个演讲，也就是中国的戊戌狗年开春的第一个 speech， 我要谈的目的就是说，如何共同构建新型的中美大国合作关系。 如何化解当前半岛危机和台海危机，以及美国的这个经济建设存在的隐患和也就是危机吧，存在因为它现在有些根本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我提出一个解决的初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也可能叫做愚公移山。 班门弄斧，啊，如果呢，我们说没有人会怀疑语言和想象的力量，因为道理它是有限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哥白尼说过，发明那个推那个鼓吹这个。 日新论的哥白尼，先生他说过，人类的天职就在于探索真理。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探索真理。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他说过，他说，在一个你们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里，你就不能有另类的思考，对吧？在一个你没有能力挑战正统。 各观念的国家里，你就不能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变化只能来自挑战正统。那么就是 challenge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challenges for the President Trump。那么我在这里挑战美国国会山，就是我挑战国会山。 挑战 White House， 挑战 President Trump，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用另外的思想来针锋相对做斗争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来美国已经10年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建设好美国，不断的提高全体美国人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综合素质。 不断的更新我们生活的城市和美好家园，不断的改变美国作为世界唯一强国的这个国家的领导力和国家的形象，在世界人民当中的形象，也就是软实力。那么怎么来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啊？
在这个当中现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呢？我经过十年的在这里实践，我想我把我的看法和我对未来、对现状、对未来的构想，这个叫做未知结构提出来。因为一直以来，原来从布什总统的在的时候，小布什总统最后离任之前呢，我来到了美国，2007年来到了美国，我给那个 White House 那个 email 就给了这个 President Bush， 然后呢提出了三点意见，叫新美国人 New American People， 啊，包括 Close the New American Chinese People， 啊，第二个呢就是新美国城市，这就是 style。啊，就什么样的城市呢？就 reliving city， 就是说让美国的城市重新活起来，重新充满了生机。啊，用互联网，用我们的现在的社区的服务，让我们的社团变得更加和谐，变成一个我们的城市变成一个大家庭。第三个就是构建新型的美国形象。就是新美国形象，叫做 model， 对吧？就这个新型的 style 也好，对吧？就是说，把美国的过去那个，就是说全凭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个实际上是劳命伤财，事倍功半。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去制造武器，去我们的孩子上战场。我们的收效并不如我们预期的理想，成效不够明显。而现在我们对比一下中国，中国呢经过这30年的发展，它也在发展经济，也在发展军事，但是它基本上没有死人了，它基本上没有在直接参加打仗了，就发动战争啊，这样子它已经就和平发展了30年，到现在叫40年整。那么这个里头，我们是不是要反问一下呢？啊，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美国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可以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地方呢？所以说我这个呢，就是向美国的原来的传统思想发出了挑战。美国呢，有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就是 cowboy， 就是西部牛仔。西部牛仔精神是什么呢？就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主张正义，主张伸张正义啊。那么他也许到了一个村子里的，不发一枪，也许就带个枪就打富济贫，主张正义，这叫做西部牛仔精神。就是敢于挑战，面对就是敢于挑战不可能。我呢今天呢在这里呢不想做得太严肃，因为呢我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获得尊重，每个人也同样的需要尊重他人啊。尊重呢不是流于懦弱，嘴上的阿谀奉迎拍马屁，更不是瞒天过海、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啊，颠倒黑白。我本来今天原计划是今天在这里开办的一个讲座，叫做讲那个悟术开讲第一讲，就是讲中华民国宪法和现在的现任的台湾当局的合法性。和蔡英文，这个领导人，这个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合法性，啊，行政院长施政的合法性，因为老百姓的权利，宪法给了老百姓，中华民国宪法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好，这个普世的价值也好，就是给了中国公民，啊。监督和挑战政府的权力，
我在这里之所以，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的权力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宪，它必须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和国际法，联合国的国际法，包括2758号决议要执行。如果不执行，那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执行不力，和它的效果不彰，效率低下。同样，现在在台湾实行的是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如果蔡英文口口声声的说我按照中华民国现行宪法啊实行宪政，实行台湾地区的管理，那么他首先他必须承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也就是说他必须承认他是中国人啊。中华民国宪法当中写明确规定，只有中华民国的国民，也就只有中国人才能拥有中华民国领导人的资格和各级公务员的资格。另外，凡是主张分裂、主张国家那个媚日投降，这都是汪精卫伪政府和汉奸政府所干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我讲这个题目比较大，我在这里呢主要是谈当下美国政府白宫和国会山需要注意的几个事情。一个是因为现在已经国会山已经提交，众议院参议院已经提交了一个台湾旅行法，提交白宫请特朗普总统审批，这个叫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在这里呢，因为我和 President Trump 的过去的经历的背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都是搞微观经济的，原来都是搞企业管理，搞那个市场经济的，从事市场经济出来的。那么对于这个法律，对于特别是涉及到中国两岸一个中国啊和中美关系的三个公报这个法律问题，还有美国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所以说我在这里呢做一个讨论，提交出来看看哪些地方对还是不对。中国有一句话，有个典故叫愚公移山，我今天讲四个典故的来历，一个是愚公移山，一个是海市蜃楼，一个是这个时势造英雄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就讲四个成语，中国常用的成语，讲完这个四个也是我的今天的演讲就讲完了。第一个我要讲的愚公移山，就是从我的父亲，从我的爷爷做起。我的爷爷是美国在中国开办的正常银行的高级总会计师，所以说我的阿婆，我的外婆是美国夏威夷的华裔这个公民，也就是他亲历经历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我的父亲呢是在1923年生人，他是1937年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愿意在我爷爷的那个战场洋行里做学徒，他就跑出来，17岁就跑出来流亡抗日，后来在安徽一个小城市，这也就是说那里有一个国
国民军这个陆军学校，就是什么陆军校呢？自动化机械就是机械化战车学校，也就是美国人做教官，就坦克学校。他在那里学这个经过了军训培训以后，然后毕业开赴到滇缅公路上，运输这个从缅甸、印度、加尔各答和这个孟买这个沿海一起运输这个战略物资，运送美国的这些战略物资到支援中国抗战的物资到这个中国战场的啊，中国政府手里、中国军民手里。这是我父亲。我父亲呢，战后1945年参加了收复，因为那个1945年10月25日，那个按照这个四大国这个美英苏啊中这个四大国这个啊雅尔塔协议和啊巴黎那个叫什么那个这个协议啊，日本投降，把台湾的主权和澎湖的主权退交给中华民国，也就是归还给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啊，这个就表明不表明，现在就法律上明确，台湾不是主权没定，台湾的主权是在中华民国的手里，是在中国人民的手里。这个中国人民是中华民国宪法上签订的汉蒙和汉蒙回藏苗为一国啊的中华民国的土地为一国，和汉蒙回藏苗的人民为一国，叫做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以说台湾啊，这个台湾的问题不存在主权未定，也不存在两个一边一国的问题，只有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啊。这就是当年92年国民党在和那个政府派的那个顾政府和那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方面的那个代表汪这个一起在新加坡签订这个汪国会谈所得出来的92共识。这个92共识原名不叫92共识，但是这个后来苏琪给起名字叫做92共识。那现在马英九承认，国民党承认，现在蔡英文不承认。蔡英文说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我们不承认这里的条款对我们有任何约束力。那么中华民国宪法对台湾现在民选政府有没有约束力呢？肯定是有的了。他如果不服从中华民国宪法，那他就是不合法政府。不合法政府，那么现在就应该立即弹劾他啊。那么首先蔡英文赖清德说他是台独工作者，这么首先自己的定位，把自己定位就卖了，自己就把自己自掘坟墓了啊。所以说不管他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资格成为台湾的领导人。我想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其实我每天在国旗下我们都在说 One nation indivisible and justified for all， 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国旗下我们主张啊不能够分裂，国家不能分裂啊，有必须尊重大家的啊民主表达这个权利，必须尊重法律。这个是从林肯南北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到现在一直每天都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么谁在挑战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呢？蔡英文和赖清德为首的这个台湾民进党，谁在挑动一边一国啊、一中各表呢？
包括了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这都是在挑战中华民国国家尚未统一啊，必须要就是政府呢的一个总统的一个职责，就是要完成统一国家的统一，哪有一个国家的总统一个领导人而不去完成统一呢？就是朝鲜和南韩北朝鲜北North Korea 和 South Korea 这样的两个主权独立的啊这个国家吧，他们还有要求不统一就一定要打起来啊，所以呢现在呢搞核武器啊搞核威胁啊都是为了统一。最近朝鲜半岛出现了和缓的迹象，是什么原因呢？就出现了大家统一心往一处想谋和统一的这个步伐。统一对朝鲜人民是好事，对亚洲平和平是好事，对中美关系也是好事。这个问题我们不作为重点啊，我在这里是插一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任何事情都是复杂的。我今天讲的愚公移山，就是说我父亲他曾经在最后他不是在那个滇缅公路上运输这个物资吗？然后他又去了台湾，在台湾物资局做进口部的啊科长，也就是为了建设台湾，他是作为一个中下层的干部，就管理具体事做事的干部啊，就是公干啊，公务员。那么后来他在二八事件之后，他为什么要大陆去了呢？因为二八事件之后台湾出现了兵战，就是混乱状态，社会而我又出生，所以说呢大家呢民不聊生，水深火热，那么就走了。就像现在台湾现在也是一个水深火热，这叫四个字，叫弃暗投明，千年暗室一灯明啊，见投明才是路。那么今天的台湾是也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是一片的混乱，一片昏暗，这是个怎么个现象呢？我们说这是一个民心沸腾，这个两种思想社会分裂啊，统独这个意识形态斗争异常的激烈啊，这个地方达到了就是不共戴天这个程度。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搞台独，你要搞分裂，你要搞独台，那么台湾就没有和平，就随时都有一把战争的利刀利剑悬在头上，所以台湾人民人心惶惶。那么呢用什么办法呢？他们想的是一个求日本台湾的出路，一个叫媚日。因为什么理由媚日呢？因为过去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说看着我是黄奴日奴啊，一老一少的份上，希望日本拉台湾一把。这就是汪精卫政府的做法，这就是蔡英文赖清德政府的做法。另外一条一个大腿一个方向是什么呢？一个方向就是美国，他以为买了美国的武器，美国就应该保护我，就有这个义务来保护我啊。如果大陆来侵犯我或者收回台湾啊，那么美国就应该制止这个啊这种大陆收复台湾的行为。美国现在利用这个川普对这个台海问题的不是太熟悉，装了一个空子，签订了一个台湾旅行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台湾的岛屿可以停靠美国的军舰，那么停靠军舰又回来了，是不是美国的军美国的这个又回到台湾保护台湾来了？美国人就是我在美国，我感觉到美国人的思维，很多众议员 senator 还有个
还有这些这个，还有这些众议员的头脑里头有一种一个幼稚、荒唐、啊肤浅的想法，以为美国大兵的军舰往那一转，中国就害怕这个纸老虎了，就不敢打了。其实不是，中国原来说不敢打还有情可原，有说得过去。现在中国的武力和着那些导弹已经足以威慑啊第一岛链上的美国飞机、军舰、人员、战备物资、战略基地，甚至可以打到关岛，这都没有问题的。如果美国军舰、人员、军事人员或者是什么萨德系统进到了台湾，那么就等于和中国宣战，就是等于撕毁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破坏了与台湾关系法，那么就会产生不可收拾的下场。这个台湾蔡英文和赖清德政府是唯恐天下不乱，乱了他好混中摸鱼，可以得到另外一种保护，另外一种脱身，叫金蝉脱壳。我给美国政府、美国白宫、美国人民讲的一个中国的故事，叫做釜底抽薪。这种办法叫做火上浇油。美国的这种台湾旅行法，在中国人看来，这叫做添乱，这叫火上浇油。你是拿着水桶去救火呢，还是拿着油去救火？为什么说这个呢？都很好理解。我们的消，我在这里一喊，那个消防员马上就过来了。他绝对不允许你有这种荒唐、幼稚、可笑的行为、愚蠢的行为。我希望我们的，我相信我们美国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也明白这个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不至于引火烧，因为台湾的问题引火烧身，把这个台湾的战火烧到 American 这个三亿美国人民身上啊，让美国去耗费巨资来打一场没有可能胜利的战争，这是一场比越南战争、比朝鲜战争、比十个伊拉克战、中东战争还要惨烈的一个战争。为什么美国人去要去趟这个水？我要讲这个这个抽薪止沸，就说现在台湾在这个问题无统不都，关于害怕过的蔡英文已经练了六次防斩首，他害怕他的命啊，有一天那个大陆采取斩首行动，他耗费公帑让台湾军不干别的，就为了保护他怎么样的逃走，逃出国外。这种像老鼠目视，就是像老鼠一样啊，左单右看，最后为了自己的那个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把台湾人民往火上烤。同时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也要注意了，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心毒、心狠手辣啊，阴奉阳违的一个台湾领导人，把台湾的战火引到美国来。那么有另外这个叫放，要派军队，派那个什么呢？派军队、派人员参加那个太平洋军演啊，红旗军演，这是什么方法呢？这个叫做往开水一个煮的开水锅里面再加开水，这种方法是不能够治把这个开水叫做止沸啊，它还在沸腾，它是不能止沸的。什么方法才可以呢？中国人过去总结这个方法叫做釜底抽薪。釜就是烧水的大锅，在那个大锅底下把柴火给它拿走，
什么是柴火，怎么样的拿走，这是美国人的智慧。美国人如果美国政府不承认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而你只要说台湾是中国人的台湾，是中华民国宪法上规定的中国人民的台湾，那么就等于把这个火的柴火，台湾台独去中国化，脱离中国的这个柴火，熊熊大火给它熄灭了，这个救火了，就这么简单。我希望川普能够听明白我这个话。川普呢，昨天的讲，在他很庆幸和感谢，在川普的队伍里，或者在美国的政府历届政府的队伍里，有很多人中国人，他们熟知中国文化，啊，这些中国的文化给了美国的外交和制定政策对形势的判断提供了很好的有力的支持和证据佐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给白宫提意见、提意见、建议、提改革的，独立的民间智库的中国的西部牛仔，我和马英九上任不那个和特朗普不那个奥巴马上任以后，我八年我和奥巴马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对这个亚太再平衡，我提出了我的独立的见解。我认为，所谓利用第一岛链封锁大陆向东发展，这个做法就是大禹治水。过去大禹治水就用围追堵截的方法，围堵的方法。他洪水来了，他把洪水送到，就把那砌个横坝，就让水给挡回去，挡不住的。这个因为大禹治水是，他禹怎么挡，劳命伤财，最后都失败了。最后他的儿子接替了他，就像愚公移山一样，他的儿子接替了他的治水，改了一个疏导的方法。就是把水变成水患，变成了水利，把水宽起来引入这个大海，然后把水一些水呢引到良田里去浇灌种庄稼，这叫做中水封牧。经过了几十年的家治理，十三年啊，大禹路过家门而不入，上过家门而不入，这样子把这个水患给制止住了。大禹治水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现在四川汶川大地震那个地方，那个上头有一个大禹的一个形象，就是告诉中国人或者来参观汶川大地震的人，这个要用疏导的方法治理国家呀。美国呢，奥巴马是一个在这里是听进去了，似懂非懂，他说了用了一句成语，啊，叫做茅塞顿开。这个成语就是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子在美国的华人提出的建议叫茅塞顿开，其中包括我的意见了。那么川普呢，接任美国总统以后呢，川普呢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废除了亚太再平衡条约，这个条约废得好。说明它是失效的，它管不住中国的崛起。那么现在呢，特朗普呢没有想出了另外一种办法，又扩大了把亚太再平衡变成了亚太印再平衡，围堵中国这个方法能不能行呢？我可以在这里事先呢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跟川普说，这个也是一个劳命伤财，不得人心，让美国最后自己那个资源浪费，事倍功半的一个。
豆腐渣工程，烂尾楼工程，就像一个越南一样，打了多少年，最后美国人不得不撤出越南战场，打不赢嘛。你跟中国打仗，一个话一个结论，打不赢嘛，没有赢家呀。中国比十个越南要大吧？越南都打不过，中国能打得过吗？中国又有原子弹、氢弹，对吧？又有太空武器，又有电子炮，又有这个远程核武东西。要么一个日本，一个太平洋战争使美国死了几万人，就已经觉得已经是压力太大了，最后用两个原子弹来解决了。你中国要用100个原子弹都解决不了，地球整个你毁灭，他毁灭，你也毁灭。这样的来讲，大家都是两败俱伤的人，这零和效应是没有赢家的呀。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成语，中国的成语叫做釜底抽薪。我希望白宫能够学的，我今天讲的话叫一个叫愚公移山，第二个叫做这个釜底抽薪，还有一个呢叫做大禹治水。那么呢，我最后一个呢是讲海市蜃楼。这个成语呢，这个成语的英文词典叫做 mirror， 我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是2018年 February 18th，就是今天呢是2月18号。今天早上昨天呢下的大一晚上的大雪纷飞，这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是天呢，我们讲的 God bless America， 就是上帝保佑 America， 他告诉你了一个故事。叫海市蜃楼的故事和愚公移山的故事。今天我早上起来7点钟到了我的这个 Washington Tower 的一个 top 那个顶楼，就看到了这个底下都是雾，漫天大雾，太阳呢冉冉升起。这个时候雾呢上面呢就出现了很多幻境，在太阳的照射的，这个太阳从东边出来，那么西边的云雾呢，上面就反射出了一个海市蜃楼。一边是有一个黑山，我们这里叫的 Gettysburg 有个公园叫黑山公园 Hill Park， 那么在这个黑山公园的山体的形状就移到了云层上面。这个愚公移山呢，他真是的，老天爷还真是长眼了，谁能够把这个黑山移到云层上面去呢？上帝，老天爷开眼移到了云上去。哎呀，我这个心情就澎湃，这个怎么有这么一个愚善，那不是正说的我吗？我很高兴，看到了这么一景。我活了70年，第一次看到海市蜃楼，而且是在美国看到的。美国真是一所大学校，它让我的梦想成，我的美国梦是梦想成真了。第二个奇景，就是一个楼，一个红色的楼。我在这个 Facebook 上呢，已经把这个图像给它拍摄下来了。那么这个海市蜃楼就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楼，就在云层上面，实际上也是我们下面映照的，我们下面的一个楼，把那个映照在云层上面，也搬家上去了，很漂亮。这时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了蔡英文、赖清德、李登辉、陈水扁、
幻想的海市蜃楼，台独的海市蜃楼。他们梦想着有一天台湾能够在世界上独立，能够成为梦，能够成为一个海市蜃楼的美景。这个虚拟的啊，这个美景能够成真，拿这个来忽悠，哎，忽悠台湾的很多这个不明真相的一些台独的追随者，啊，还有一个是对共产党大陆充满着不信任、不理解的一些岛民，还有过去跟国对中共的政策啊有很多误解的国民党的一些一老一少。今天这两个故事说，这海市蜃楼说明什么呢？说明台独独台就是海市蜃楼，将来是昙花一现。懂得昙花一现吗？昙花开的时间很短暂。这个呢，海市蜃楼呢，我计算了一下，十分钟和昙花一现差不多。昙花一现呢，就是比较小一点，海市蜃楼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希望美国政府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不能支持一个虚幻、虚无缥缈的一个台独政府，不能支持一个不存在、不可能完成的一个独台的一个政权，这样子台湾没有和平，台湾人民不可能脱离的水深火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唱得好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愿做黄奴，不愿意做黄民的人们。台湾有一部分人，那二八事件的时候就是一批黄民啊、黄奴、日裔的一些一老一少制造和煽动的对抗蒋介石的政权的一个政府啊、一个现象。那么把所谓的这个大屠杀呀、什么这个暴行啊啊都加罪在蒋介石的身上。我在这里最后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家三几代以后到我这一代，我每年来了美国以后每年都去华盛顿啊罗斯福纪念馆、二战纪念馆，还有国会，到十二月就是对日宣战日都去那里，不是布道，不是去宣，不是去播，我是播放罗斯福总统在1947年12月8日在国会山的那个讲话的录音，同时我也在感恩，表达我的感恩，表达我。和我代表我父亲，啊，感恩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滴水之恩，涌泉不忘，我年年都去，直到我将来，啊，入土为安。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的愿望。今年有些变化。今年12月8号我去了白宫，我用了这个，我把这个这上写的是今天是我来到白宫，我来到罗斯福总统的纪念 memorial， 我来看你们来了，同时我来怀念罗斯福总统对日宣战和美国人民啊，来进行太平洋战争的这种贡献和奉献。我代表谁来表示感谢呢？这我在这里都有，我回头把原文都给。On behalf of Chinese chairman 蒋中正 ，On behalf of Chairman 毛泽东 ，On behalf of 呢？邓小平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st 习近平
on behalf of my father, comrade of the Chinese expanded army, 就是代表我父亲所在的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们，啊，也代表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向美国人民表示感谢，在对战争、在抗日战争当中呢，对中国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们永世不滴血之恩，永世不忘。我父亲的那一代忘不了，我这一代也忘不了，我们子子孙孙中国人都忘不了，感谢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啊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和援助。所以中国人和其他的日本人、台湾人啊不一样。为什么说跟台湾人不一样？台湾当时是日本的走狗，是参加了屠杀南京大屠杀，是参加了二战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是参加了上海，上海战役，参加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其中有些日本的人啊，皇民是快在手上呢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个呢，历史的过去了，我们不追究他的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要追求这个战争的历史教训。而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心是诚恳的，是报恩的，是感恩的，是不会忘记的。这就是中国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将来是三民主义也好，对美国的中美构建中美新经过的基本点。所以习近平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100年、200年以后更是如此。这会时间就今天就到此就结束了，但是后面的话还没有讲完，就是说最后一个呢，我还有一个题目，叫做“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造英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像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经历过那种大民主、大辩论、大自爆、大批判、上街游行、大串联这样子的运动，深植与阶级斗争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国家的那个危害，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性的这危害性，这是深恶痛绝的。这样呢，但是呢，斗争呢锻炼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分辨这种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什么是错误的东西，使我们呢知道我们治理国家要走上法治，而不能依靠人治，要依法治国，而不能像今天台湾这样的情况下，以人来一个李登辉搞一个两国论，来一个陈水扁搞一个一边一国，换一个马英九搞一个不同不独不武，换一个蔡英文又搞一个维持现状、去中国化脱离中国、封中必反。这就是人治社会才有这种人治加专制。蔡英文是不是一个专制政权啊？是一个专制政权。你看看对待这个王秉忠，新党的王秉忠，对吧？这个侯汉廷啊，对这些人呢，还有对那些就是大陆去的那个学生叫什么学生，这个就是搞的这种就是绿色恐怖嘛，啊。我们今天大家这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现在这个台独这个是名不正言不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心不服，心不服则事不成，所以台独是一定搞不成的。
它不合法呀，在法律上它不哪个法都不合符合，它到联合国去，一个联合国二七五八号协定这个权利就促使这个权利，联合国就要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你了1971年给你这个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你为什么不去执行？你为什么他台湾人你为什么不把主权收回来？人民的主权也好，国家的主权也好，都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这个权利。那你领导人的行政权利，按照行政法来说，政府法律规定你的权利，你必须去执行啊。你不去执行收回台湾的行，那叫不作为啊。那么今天谁说到这里，十九大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啊，六个任何时候不准台湾独立，任何时候不允许外国干涉台湾问题。那么马上就现在是春天来了，这个天降大任于斯也，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副主席派往美国来，与美国政府和白宫协调解决中美之间的政策和关于台湾问题核心利益问题，谁最合适呢？我认为王岐山最合适。王岐山是在这个打老虎啊，这个运动中反腐败这个运动当中，培养和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那不找你呀？啊，所以说我们希望他对吧，能够担当此任，如此重任，能够把，同时他对中美关系又非常熟悉。又非常有魄力啊，所以说又深得民心的支持和习近平主席的一个信任，所以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不辱使命，是把中美关系推向新的更加巩固更加美好的明天。我的话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了，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我那个12月8号是这么样拿着的，那么今天我现在大家可以走近了看一看，以后可以看一看，好，谢谢。转了够长。